有王牌女神之称的韩国女团 AOA 先前才在日本发表的 MV 中化身为七位赛车女郎，还因为衣着太过性感而引起韩国网友讨论。最近 AOA 准备在韩国推出第四张迷你专辑，昨晚公开主打歌 Good Luck 的预告影片，这次场景就拉到了海滩边，包括选炫在内的七位成员化身为性感的海滩救生员，穿着红色泳装和短裤在夕阳下的海边奔跑，散发出迷人的健康性感，也让人十分期待先前总能以各种曲风魅力征服歌迷的 AOA 这次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？